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、共同的文化、共同的历史，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，都是中国人。铁一般的事实不容否认，不容亵渎。民进党当局及其政客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，数典忘祖，背弃民族，不孝子孙，令人不齿。如不改弦更张，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两岸同胞应当携起手来，坚定地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，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，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